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y 啊。我们今天带各位一起到2023年的郁金香士林官邸的展览。那今年的花卉相当的不错，而且它现在已经开的差不多了。那从今天2月9号正式开始，一直到2月9号，大概有10个花期的时间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花。那我们就带各位一起看一下哦。如果你喜欢 Sky 的影片呢，记得按订阅加小铃铛，咱们下部影片见咯，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各位去看花咯，那我们出发咯 ，Go！